参加高中办理中央球场整修工程招标作业前，该整修啦。校长，你好，你好，听讲恁学校最近要进行中央球场整修工程哦。校长，该乎你的工程总金额5%的回馈，一毛都不会少啊！于是，阿爸借用他人的证照、完税文件、印章等公司资料，还替其中两家陪标的公司代垫了押标金，并支付佣金后，顺利得标了。这次多亏阿普校长大力协助哈，啊，这是一点小礼物，谢谢校长。啊，现金加袂入来啊，啊，要安怎呢？哦，甲师做规格调整一下，啊，原本的沥青和 PU 就不刮了，啊，这样应该省下不少成本。就这样，球场整修工程迅速的竣工，开始办理验收程序了。哎，实际做的怎么跟图说都不符呢？不过拿人手短啊，算了。